开心，我们经过疫停办了单身环岛团停办了3年，那今年112年好不容易在各位的帮助终于可以再一次启动我们单车，哦，这真非常感谢各位。早上来看到这么多朋友一起来要陪骑，真的是很感动啊！也谢谢我们百言福佑这边给我们带来救国团这个机会来参与这个盛会。我们的 QQ 哦，最重点刚刚讲过了，按回来。今天要联会的各位干部哦，那感谢大家。我想在这个活动当中，那也祝福我们各位小朋友都可以学业突飞猛进。一次母语办的活动其实真的很用心，汉翔办的这一个活动部分，我想是小朋友的一个期待。我刚刚还在跟他们聊说，可能这你真的是一生一次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赞助，才能够促成今天这一个活动。希望大家能够传续这一个公益的一个精神。好，之旅哈，记得我在105年的时候也参与了一次哈。那之前的训练呢，是一步一脚印。那我看到这些勇士们哦，啊，各个精神抖擞哈，啊。跟白岩福佑谢谢了哈，在这里谢谢，在这里有分享哈，在未来的9天里面哈，一定一路顺畅。我每个礼拜天都有骑脚踏车，这件事情是非常棒的活动，所以呢，那这个过程当中，当自己就是训练自己当成人生的教，我觉得很重要。那你们在过程当中一定会很多跑马灯出来，一定会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吃顿饭，为什么一定要骑脚踏车？可是你们要相信，骑完这9天成就感别人无法体。今天选的不太好，会下雨，可是我告诉各位，骑车下雨更舒服啊。那现在太阳已经出来啊，那很感动啊。那个百言福佑吉祥福佑的一个毕业典礼的开始，那其实让各位小朋友很幸福，我们可以参加一个很特别独一无二的毕业典礼。这个毕业典礼长达几天？9天。那这9天，我们在这个毕业典礼的泪水可能也会有汗水，但是希望大家这一路平安，一路开心，然后都有收获满满，很有自信，很开心的领回我们的这个毕业证书。